可以盖出等身的哦，不需要时间。你要一天就盖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这样。对啊。讲死你又来乱，你还要把东西丢出去了啦，走开啦。做两个雕像，然后各一半的爱心，放在一起就有颗完整的爱心。哎、欸，你要想想看哦，他们没有在一起就是分开了呢，中间事情是有裂痕的耶。他那躺，哇，我手上有爱心哎。三十五，嗯，其他的没放上去，哎呦呦呦，个屁哦，好，哎，火。然后需要两个煤炭砖，我随时可以直接踩过去。因为这个，我其实以前有画那种工会的徽章，有没有？因为那时候是可以重叠的，所以两个工会的人在一起是爱心是叠在一起的。哦，那如果他们没有在一起，就我们这工会的人如果没有走在一起的话，就是看到一半的爱心而已。一二三，你这吸什么？哈？你看，其实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它这个小格子是说更小啊，这个格子就这么大、啊。三四，沉默。五 ，OK。你不怕遇到怪物突袭你吗？我不怕啊，他们是会打死他们自己啊，他们只会被自己打死而已。对啊，做出一比一放哈基家门口太难了。哎呀，走开啦！我也想做啊，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方块不会到十六米，你。嗯，你知道我就是不想要高速移动吗？你飞太快的话会撞到，不是你飞太快的话伺服器直接崩坏，跟你讲可以转向，饿了跑图跑不出来就爆给你看。对啊，你抓战犯抓得很凶哦。到底是谁？又是谁？现在杰克不在，就没办法了。谁在跑图？阿基他那边已经可以歪走到30，30到65，然后范围调到50，这个都还不会耗电了。哦，感觉有点厉害。对啊。毕竟阿基也花了不少时间在那上面。就叫在那上面，真的。OK， 可以。赤玫瑰，红橙橙，橙色不够了。橙色不够了。二三，一二三，到哪来？现在杰克正在盖东西，哦，很好啊。嗯，感谢六六六。玩一天的进度就超过小雨很多。熟不熟悉的问题，我熟悉很多。哎，而且小雨比较少玩模组嘛，以前我是从模组开始玩的嘛。对啊，这跟熟不熟悉有差、啊。这样，然后，小雨是需要，我说小雨需要大家提醒他要怎么做啊，但是我不用啊，那我也需要啊，哎咻，一。直接拿个南瓜头就好了。
然后把它加个眼睛就好了。嗯，对啊。好，一个，两个，好，一个，让你开刀，两个，好。我不知道这样子魔力够不够哎，这样不知道魔力够不够。这样，因为坐这桌子椅子真的是很定的，走开。我站着画画。嗯，模组系学长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是模组系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南瓜不能雕刻。南瓜不能雕刻，为什么？它不是也是个方块吗？它不给雕。我想说，只是让他的脸变成笑脸也不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是的，我需要一些红石。嗯，红石，这样需要两根红石火把啊，打雪。这里，嗯，我看看哦，石头哪一颗？然后。跟红石火把，这样。哎呦，讲几跟我爸讲几次？什么东西？哇，他又不是小白兔，就黑白相间的那边小白兔。小白兔。啊，这个放下来，然后这个计时器。这一个加这一个加这个，这样，凭印象做，大概是这样吧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有了计时器 ，OK。哎呦，这里，那我的黑色方块嘞？五秒 ，OK。嗯，激活水晶。嗯，听可最爱什么材料？看使用什么东西，嘿，看你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不一定。但目前有效果的话，我觉得环球旅行者还不错，嘿。然后我的赖响了一下，我把它关掉。我先把它关掉，嘿。哦，我家附近的那个神奇宝贝啊，不是，对，神奇宝贝。神奇宝贝。对。你、那个啊、你怎么养神奇宝贝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啊 ，Pokemon Go 啊。哦。最近有那个点了，我好爽哦。所以你可以在家里抓了吗？对啊，只是需要撒那个啦，花。嗯，撒樱花才会出比较多吗？对啊，才会自己吸引过来。好了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吧。OK， 有了，这样 OK， 有了，好了，我不知道他这样子魔力够不够、哦，哎，就这样吧。嗯，哦，怎么会都会点到左键啦？不要打注英文。哦，有字可以打，干嘛打注英文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打注英文呢？
OK， 接下来我们就等这里传扣能量了。哎呦，大蚊子！我觉得你这个模组的进度好快，就刚刚有讲到，我熟悉它，我大概这都知道怎么弄啊。哎，现在比较麻烦就是我们的魔力不够。哎，可以启动吗？哎，启动了耶！啊，关了，哈哈哈哈，魔力没了。门开了，然后门开了，然后门关了，魔力不够。好吧，后面稍微简单的布置一下。我感觉这个也不够我盖。二三，好，就这样。对啊，门开了啊，没了。对，因为魔力不够，所以它没了。这样，拔掉。它没办法支撑。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吧，不然。其实现在我们没事做了、欸。来画画。啊，画画。我来去看你画画好了。不对，我不能过去你那边、欸。如果过去你那边的话，我这边就会停止动作了。哦、对。好吧，就只能挂在这里了。啊。还是你要搬过来画。好啊、哦，从繁星那边跑来了，那记得追随一下啊。发射器加个透镜升级哦，可是加透镜升级有什么用吗？我记得它只是加一些效果而已啊，它不会增加魔力啊。透镜强度，透镜。引力反射啊！对了，我们可以做，反正像我们没事嘛，我们来做磁铁戒指好了。我们来做磁铁戒指好了。干嘛的？就跟幸运金币的效果类似。那它只是它不吃任何东西。你只要放在身上，它就有磁铁效果了。那能关吗？你要放在包包里面，就放在你的随身包包里面，就例如钻石背包那些才会没有效果。那没事嘛，我们来做。说我们要做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玩好了。这什么、啊？闪避戒指，闪避戒指是什么效果、啊？视频，闪避指环，可以闪躲怪物的攻击。哎呦！这个指环能让你轻易的在战斗中闪避。攻击的使用戒指佩戴以后，你不需要按左右方向键，默认使用 A 跟 D 就可以闪避怪物的攻击了。闪避后，指环会有一段时间的冷却，同时也会消耗饥饿值。哦，好像可以玩看看。四个钢锭加一颗绿宝石，哦，可以，简单。闪怪物哦。他是说可以闪避攻击啦。什么、啊？左上角声明区域按住 Shift 的加 S 左键选择区块，选择区块。
内建区块载入，左上角声明这个吗？排行群组客户，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有暮光森林吗？有暮光森林，但是你们还想看暮光森林吗？暮光森林没有改进，没有增加新的东西耶，一样到魔豆上去之后，打完巨人，最后到那个城堡，那城堡的怪物也还没完整啊。你们还想看吗？我是觉得都一样的东西啦。哎呀，啊，风之符文有我风之符文，不是啊，那个都已经重复再重复了，你们看不会腻啊？我是觉得看得很腻了啦，而且你们想看的话，就看我之前的影片嘛，我之前影片还有啊，也有玩过啊。去看，闪避指环。繁星，你在哪里？在你旁边啊。你打我看看，他看他会不会有用？他不说对怪物而已吗？你在杀什么？那边有怪，那边有蜘蛛。哈，他说是对怪物哦。刚不是介绍是说对怪物？一样被咬啊。这介绍你是加威真？没有用啊，烂戒指！又来骗阿公买东西啊！真的，烂戒指。拦截是要不断的按左右键啊？不断的按左右键哦，他说默认左右键啊，这样吗？我感觉这超过一个方块的啊，果然。那我们把这个没用啊，要没用啊。没有啊，我还是被是好玩的啊。走开啦，要按 A 或 D。 没用啊，还是被射到啊。来来来，僵尸来 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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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你没有啊，还是一直被打、啊、玩满身箭矢是怎样啊？没用啊，僵尸也没用啊，还是要吸玛纳，要玛纳吗？我看看啊，如果要吃玛纳那就不好玩了。他也没说要吃玛纳，他只有说吃饥饿值啊，还是说一定要玛纳、啊？哎呦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这不是那个吗？哈记水底下才有了，我这边第一次出那种怪物、啊。哎呦，轮到你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让他水平啊，观众，我只能这样子。嗯，看我手上拿的武器。你挑的啊？啊，不行，我画歪了，那方向要朝哪里啊？可恶！看起来就像是你挑的。可恶！
还有他，你的剑柄呢？那个剑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画太大了，我把它往下缩，就往下缩，发现还是不行。你可以后面放个东西来看它的高度啊，例如像这样子来测试一下它高度是多少啊？是怕掉到后面的这个东西啊？那没办法。休息一下，时钟见。好吧，插一个在地上。魔力太少了。它产生出来的岩浆是不是都被前面两朵花给吃掉了、啊？这一朵都没吃到哎、欸。感觉他这个冷却状态下还会吃岩浆的设定真的是有够烂的，真的是其他朵都吃不到，然后就这一朵拼命吃，不要吃了，让其他人吃，对嘛，让其他人才吃得到啊。真的是哦，要去雕一下，我没有什么东西想要雕的哎、欸，就是这一个，你看他这个又把人家东西吃掉了，我听到僵尸声了，在哪里？走开了，嗯，魔法花的模组，我朋友。跟朋友玩是玩降魂跟魔法花，魔法花你有说过魔法花是什么？是我神秘植物吗？这个吗？这个我已经算是已经研究完成了、欸，已经没有东西好玩了。你被打了。如果你说的是这个魔法花的话，就是我已经研究完了、啊。魔法植物，这个我已经研究到最后的装备都做出来了、欸。这个已经，我这已经毕业啦、啊。这东西我已经毕业了。嗯。门开了吗？魔力不够，魔力不够还开不了门。是有一存一些了啦。对，是有